兄弟两肋插刀，为美女插兄弟两刀，这种事情竟然会发生在几位古惑仔的身上。这不，在演唱会主题曲《消失的光阴》MV 拍摄时，郑伊健、陈小春、谢天华、钱嘉乐、林晓峰这五个兄弟就因为女人闹起了内讧。我就是想问你，演唱会为什么只有你这个部分有女的嘉宾，我们没有了？我都没有了，那个部分我找因为的部分，因为我的魅力太强了。哎，你去死啊！还有我的内涵太好了，他们不要，其实他们不要跟女生都给了我，所以呢，我这个时髦呢，我们乐意去试的。我帮脸，你说为什么我们的另外一半都不可能看这个演唱会？不允许啊！不允许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时髦啊，非常大的时髦啊。这个我是一个兄弟啊，请我吃的这个是，谢谢啊，我蛮伤心的，我蛮伤心的。谁是你的兄弟啊？这一下从黑帮大佬变卖萌的少年，莫非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？不过说起演唱会中的女嘉宾，黎姿一直是众人期盼的人选，只可惜陈小春的一句话就彻底打破了小结巴现身的美好愿望。我找了那个黎姿啊，她说不来啊，我帮你问啊，我说一线请你来，我不去了。哦，那好，那我谢谢你啊，不用谢了。哦，我跟你一模一样。很奇怪的，很多嘉宾都现在没有很期待的我们来不来。人家不来也没必要说人家不实在嘛，毕竟黎姿已经抱着孩子硬推好一阵子了。要小编我说，山鸡呀，跟几位兄弟商量一下，干脆就老婆孩子一起上吧，何必为难别人媳妇儿呢？